还在烦恼孩子假日不知道做什么吗？希望领袖结合科教馆和达文西频道，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独家设计一整套结合英语学习及科学应用知识的线上实体整合课程——双语科学实验课，让孩子学会六个超酷科学实验以及大量英语相关字汇。课程分为两大学习模式：第一是线上实体整合的攻击不备课程。专业师资使用 CP 方专利线上学习系统，小班制带着孩子在课堂上，透过影音互动的学习复习机制，英文听说读写一次搞定。课程内容由世界知名达文西频道独家授权，精彩的科普知识节目为孩子奠定最佳英文科学基础。英文底子打好了，就来到第二个模式，也就是外师搭配双语老师引导的双语实验课，将所学的英文和科学知识应用在实体科学操作中。有了良好英文基础，不论团队合作完成实验或是成果发表，全程使用英文都不是问题。第一学期课程内容包含15堂线上英文科学课程，以及6个实际动手做的科学实验主题：摩擦力、磁力、空气的组成、水溶液的性质、植物的构造、千变万化的天气。一学期21周，每周上课2小时，合计只要25200元。6月底前报名就享特惠21000元。英文轻松学，趣味实验动手做，双语科学实验课7月22正式开课。为孩子准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吧。